色老朋友，大家注意保暖啊！大家好，我是李彦俊。小菊真的太暖心了。那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近距离看彦俊的皮肤非常好。哎，小菊，你平时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皮肤那么好的一些小秘诀？有没有什么单品给这些女生安利一下？我平常的话，化妆师都会帮我准备YSL 银气垫，然后方便涂妆。好的，银气垫，所以你们 get 到的话，一定记得要 get 同款。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口红色号？你印象比较深刻？这一次 YSL 的这个小银条 ，YSL 的小银条是我最近觉得还蛮好的。然后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棕红色的很显气。好的，非常棒啊！是不是被银气垫洗脑了？被银气垫洗脑。OK， 那最近的话，我们的小菊也是回归录制《野生厨房》的第二季，那里面的机车造型真的已经把所有的迷妹们都迷倒了。那今天的造型也是一如既往的帅气又绅士，跟大家分享一下造型的小秘诀，好吧？我的话会根据场所，然后挑一些比较简单的搭配，因为我觉得 less is more， 所以我都选一些比较简单的搭配。说太棒 ，less is more。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菊今天在我们 YS 的派对当中玩得开心。那最后，我们一起在背板这里，我们首先在背板中央，来来来，有请有请您来到背板中央，面对镜头先拍张照片 ，Let's go。来这边，来这边，来辛苦小菊。这边打个招呼，来这边打个招呼。小菊，我们稍微往左边站一点点，往您的左边。对对对对对，我们站到尽量站到黑板中间，辛苦了。这张照片是最好看的。同时照顾一下三方的镜头，大家都等待您等得非常久。好的，那最后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签名笔，让我们有请李彦俊先生，有请小菊在我们的背板上留下您的大名，可以选择一个 pick 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好的，再次感谢哇，对我们摄影师非常好。好的，谢谢谢谢林菊先生，谢谢小菊。好的，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场内，好好享受。